这是一个城堡废墟，可以通过它架的这些铁制的楼梯爬到顶上，这样看其实还是挺高的，我都不敢往下看，只能一直目视前方。这个教堂是在废弃城堡的基础上建的，站在高处风景还是挺好的。我们现在所在的是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的停车是分两个部分，黄色的这一块，还有再往前，这边是一个湿地的自然保护区，整个草甸走起来都是水唧唧的，所以这边有一条木板铺的小路，四周全部都是山，真的是一望无际的雪山。现在有一种永远都走不出去的感觉。如果说没有现代交通，很多年前住在山里的人真的一辈子都走不出去。刚刚去给自行车充了气，现在骑起来轻松多了。之前轮胎瘪的时候，感觉每骑一下腿都要断了。